路上咯，6:08。今天来南投鹿谷的路过心境露营，这是我们的帐篷 ，Fresh Black， 这个是迪卡侬的帐篷，川谷黑黑帐。我们这里总共有6帐，包区。现在4点多，蚊子有一点跑出来了，希望晚上睡觉不要被蚊子咬，咬到爆了。吃到阿东咬烤鸡，手机先吃，没有啦。开白色车才能来。全部都白色的。到营区了。上了，这个线条还会反光哦，都是洗手台。夜景。今天晚上要露宿街头了。要回家咯。爆香蕉，还有花，还有绿水。有省钱的，5星级的，应该可以说6，对啊，就超高级的。